阿袁伯伯真系好嘅啫，啊，功德无量啊！佢咧搜集咗啦几千个啊警察犯罪嘅记录啊，咁将佢交去美国国务院，咁啊就我唔知道啊，美国国务院收到呢啲咁嘅记录，即系可以做啲咩嘢？咁相信啦，美国啲警察而家有排惊啦，吓阿袁伯伯咁啊，佢啊搜集咗佢哋嘅资料去告佢哋，咁啊睇下啊美国到底做成点啦，系咪啊？但我啊担心咧，就美国咧就会啊对唔住啊不受理，因为咧呢啲我自己国家嘅内政，你哋呢啲警察犯法系属于每个州嘅问题，同国会无关啊，所以咧就多数冇乜下文啦。但系咧无论如何啊，袁伯伯啊心地好，咁啊帮美国啲人民啊就讲出。到底而家美國嗰啲警察嗰啲啊犯罪行為，等美國國會可以跟進，好事，係非常之好。咩？佢唔係講美國警察咩？喂，咁唔講美國警察，將嗰啲資料俾去美國國會做咩？香港警察？喂，幾時香港變成咗美國嘅殖民地？香港警察嗰啲事要美国国会管咧，佢一定系讲美国警察，你哋搞错咗啦，